认识的，你是不是在这儿认识的？我认为，我记得你是叫小家伙呢。那你忘了？我忘了。嗯。你叫啥？小三宝。哦，真可爱，三宝呢。晚上怎么？晚上再说晚上呗。来，我这直播间就进下来了。嗯，这挺好的。嗯，奥特曼上学的时候都哈哈哈。下午好，下午好啊！咱们给榜一、榜二、榜三都点关注。小鱼，这个是童话伟培，嗯，宝，快给师傅私信。